Hello， 华大，我是张志成。记得我们几年前一起度过的那个晚上吗？虽然是很冷，但是我在台上，感受到你们的温暖。那这一次的妙口传说呢，将在5月18号傍晚的5:30准时开始，希望大家可以热烈的参加，加油！